喽，出去喽。大声一点，大声一点！亲爱的子龙，今天是我们第二周年，730年17520个小时，每分每秒我都把你放在我的心里，谢谢你，这两个人都陪伴你。大声一点！不管遇到什么大小事情，你都跟着我一起去面对，是真的。好了，拜拜。在我当兵的时候，也是一直疼着陪伴你。遇见你，我才发现无韩国不是一个人。谢谢老天让我遇见你，我是真心想和你走过的路。今天我很紧张，我真的希望你可以答应，让我可以继续跟你在一起，让我们组成一个幸福、属于我们自己的家庭。对不起，我说我的脾气不好，讲话语。但是你一直在包容我，偶尔我们吵架，我会先低头。也谢谢你给我台阶下。我当下其实很害怕，怕你会不会这样对你。所以我很担忧每个可能失去你的可能。真心真情跟你在一起的每分每秒，也因为我知道爱着我，用爱，所以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，我只想告诉你，我真的很爱你，真的很爱你。现在2018年4月28号2:17，红毯真心诚意请求你，我最心爱的江子柔小姐，请你嫁给我好吗？让我们继续手牵手，让我继续呵护你、保护你、照顾你一辈子。2年前我遇到了你，感谢你一直带给我幸福。现在的我想还你一辈子的幸福，亲爱的，嫁给我好吗？对一下镜头，对一下镜头。要出来呀、啊！